记得当初伟大的理想吗？是否让这现实退缩你的勇气了吗？嘈杂的世界复杂了你的想象，内心的挣扎给你的只是一次次的伤害，就像走在无尽的道路上，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攻防让你变得平，有人坚持，有人放弃，动摇你的决心了吗？努力追寻那甜美的果实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